最近我发现到一个很特别的币，它的限量发行只是5000枚。Yeah， 这是八七。大家好，我是号称马来西亚最多迷妹的男人八七妹。此频道呢，主要是讲赚钱、加密货币，还有视频简介的内容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视频上载的时间啦。大家都知道的 ，Bitcoin 的发行量是多少？2100万枚嘛。这个发行量只是5000枚，就是 AddaSwap， 哇，真的是你进去它的网站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哇，真的，我看了那么多，我们说山寨币，你们去它的网站看哦，全部都做到很简单、很简陋，几乎什么都没有东西，最多就只有一个白皮书给你看。但是你进去它的网站，嚯，太美了，真的。我一进去的时候啊，它的网站完全是被我吸引进去了，真的是太美了。它有点像冥想的感觉啊，它又有一棵树这样子，我真的是太美了。然后拉下去 ，OK， 你会看到啊，它的 AddaSwap 的做的东西，然后它的 team 有谁，然后它的 partner 有谁，然后你会看到哦。AddaSwap 都跟了它发行5000枚嘛，它有78仙，就是3500枚是放在市场流动的，给我们去做交易的。它还有38仙，就是1500枚呢是否他们的行政的，它都有啊，很清楚的写在这个网站，而且它的设计真的很美，真的是超级无敌美。OK， 然后它的啊这个东西有放在哪里 ？OK， 资料那些有放在哪里？然后你可以去进去他 Telegram group， 或者去他的 email 去询问关于他的详情。而且很多新的币哦都没有在 CoinMarketCap 还有那个 CoinGecko 上线，他已经在 CoinMarketCap 还有 CoinGecko 已经上线了，所以大家会可以比较放心一点哦。然后你会看到他的 Team 的会员，他最特别的就是哦，我跟你们分享，他最特别的就是我个人超级无敌喜欢的，就是最近大家如果有玩 Bitcoin 的话，相信大家已经开始接触 NFT 了。NFT 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有玩游戏王对吗？我们有玩 Pokemon 对吗？我们线下我们是用货币去买 Pokemon， 去买游戏王卡，那个是实体嘛。加密货币呢，我们拥有加密货币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加密货币去买我们的好像网上的 Pokemon 卡网上的游戏王卡，很不可思议了嘛。而且这些卡是以后能值多少钱，你们如果有看 NBA 的话，那些 NBA 的卡哇几值钱哦现在。而且它不是硬体的卡，它就是在 NFT 里面这样子交易来交易去罢了，就好像加密货币这样子。我们的加密货币是在区块链，这个 NFT 也是在区块链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张卡来看谁要好，我们交易给那个人。加密货币哦，我们好像一个 Bitcoin 大家都是同意嘛，一个 Bitcoin 对一个 Bitcoin 嘛，对吗？哦，都是同意的嘛。我有一个 Bitcoin 跟你有一个 Bitcoin 的价值是同意的嘛，对，同意。但是今天我有这张卡，这张卡是 NFT 的区块链里面限量只有一张了，别人肯定没有，而且也不会有假货的出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区块链就显示只有一张，然后这张是在谁的手上？我的手上。你要跟我买200万，是不是？大家明白那个概念吗？就好像为什么 Pokemon 有些卡可以值几万、几百万美金的，有些为什么？因为那张卡它官方有讲哦，这张卡是限量，全世界发行可能只是3张而已，你就是那3张的其中一位。你觉得这张卡值钱吗？所以你在 NFT 买的那些卡，好像 NBA 那些好灌篮的那一瞬间你买下来哦，那这个 NFT 就是在你的区块链里面，然后这个区块链就只有一张罢了，它区块链显示这张卡在这个区块链中只有一张罢了，这张是你的。你觉得这张卡会很值钱吗？肯定
肯定会值钱。我给你看一下这个 NBA 的，真的是太恐怖了那个价钱。而且我 OK， 我们说回来这个 Ada Shop 哦，你可以看看它的设计，哇，它的设计就完全是人类进入了那个冥想的世界的那种设计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哇，你看它设计真的超级无敌美了，完全就是冥想的世界。我真的是超级美哦，我个人看了是很心动很喜欢的、啊、如果你们对这个 Ada Token 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他的网站 adashop.com 去了解更多的资料，他们的 NFT 是怎样买，他们的 Token 怎样交易，可以进去里面网站一五一十的全部写清楚给你看。总结来说呢，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两个亮点，第一个呢，它就是发行五千枚而已，我相信是整个加密货币里面最少的吧，如果还有更少的请留言给我知道哦。还有第二个就是他拥有自己的 NFT 平台，所以他以后他会不会跟一些艺术家合作做一些 NFT 限量的 NFT 给我们购买，然后以后值钱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交易。 Ada Shop 的未来前景真的是很不错哦，当然投资有风险，那好，大家量力而为，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 Ada Shop 到底是在做什么东西，也顺便去了解一下 NFT 是什么东西。未来真的是这个世界啊，就是加密货币 NFT 的世界啊，真的是很不可思议。好，讲到那么多，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上载视频的时间啦。然后要了解更多，自己去 adashop.com 去了解吧。好，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。